主料，海带30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蒜头、辣椒、麻油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将买来的晒干的海带放入水中泡一小时左右，然后再放入煮开的水中焯一分钟左右，捞起来，然后将配好的调料放入油锅中，然后将沥干水分的海带放入热锅中，翻炒2分钟左右，最后放入剩一些麻油就可以出锅了。烹饪技巧：孕妇与乳母不可过量食用海带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